海啸是由地震或海底火山爆发而引起的非常危险的巨浪，在海底只有几英寸的深海中，它们的速度大约为每小时500英里，和喷气式客机一样。在海啸来临前，您会感受到、看到，然后听到。首先，您会感受到大地的震动，可以看到海洋后退、漩涡或不正常的现象，听到海啸的轰鸣声，就像喷气式飞机或货运火车。当您遇到以上任何的自然现象时，请立即疏散到安全区域，并远离低海岸地区。不要等待警告，且不要前往海岸地区，请立即寻找高地，等待安全信号再返回地面。海啸注意意味着您应该做好准备，准备行动以应对随时可能会发生的灾害。海啸预警意味着您应该远离海岸及低洼的沿海地区。海啸警告意味着立即前往安全的无海啸地区，请了解您所在地区的海啸疏散地图。在返回低洼地区之前，请等待当地紧急事务官员的安全进出通知。谢谢。